这里就能搞到。哎，这里搞怎么？小陈，啊，今天我还在桂林永福啊，我又来了炮口村啊，看到秀才，现在是这个打扮是怎么回事啊？没有啊，今天昨天有没有太阳，今天有点太阳，肯定可以搞到那一点的。搞不搞得到？你相信我了，这有太阳，今天你看我这个装备出来，绝对是搞到了。昨天跟他搞一场没得，今天我们。 继续出发哟，土牛扛大锤了，那好，得了，让我跟随他的步伐啊，我们出发去拿锤子去打鱼了。他们是那个，你看，哎呦，那么厉害啊！哦，等下我有下河去锤一下不？啊，哎呦，土牛厉害哦，走，准备出发。 你看秀强，秀强像不像渔民呢？大家看一下秀强像渔民吗？你看那个动作，非常的老练哦。你看哟，平时我们秀强只，我只知道他会唱山歌，想不到他会还会这一手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咦，秀强都变渔民了，怎么样，秀强？啊？ 多不敢讲，一两条肯定是会有，一两条肯定有。我以为一两斤肯定会有，才一两条啊！你这个鱼篓今天打算装不装满去？有，装满鱼篓都装不满。还会收网吗？还会收网吗？等一下先，等一下先。还要等一下的。看一下，看一下啊。你看秀强现在变成渔民了，看他收网有没有收获啊？昨天是一条没得。 昨天我还鞋子都湿了，今天说保证有。那我腿这个比较长，这个比较高。啊？哎，有一个。有吗？有一个。哎，可以不？确定没？ 你看他们村的大爷的跑来看，哈哈哈哈哈！两个，哎呦，两个啊，哟，可以不，小强？哇塞，我看一下放大镜头，收在哪里，在哪里？那鱼呢？放的合理吗？可以不？今天出太阳，马上真的有鱼哦。两个，三个，三个啊，哟，可以可以。 哦，这里还有个四个哦，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，这里有那么多吗？看到了，看到了，哎呀，可以不？秀强，这是什么鱼？可以不？都是裸肥鱼不？裸肥，好大条不？这条不？ 罗非，这叫什么鱼啊？把桶打开嘛，结果后来结果是哈，结果什么那个怎么打的嘛？哦，可以不？那十个罗非，我洗哈。你做啥子？你麻烦，那干鱼的有几个？这是罗非鱼啊，这个是什么鱼？这也是罗非啊，那我小条的。罗非。哦，这个罗非鱼。哦，这里还有几条？这里嘛的，反正嘛，这里嘛是有一颗小金大的的了。那条最大，那条的最大，那个是那种。 叫石头鱼啊，什么鱼？那个最大了，那十号，十号啊，叫石号鱼啊。这个是这个鱼是只有你们这里才有可能哦，别的地方。这个鱼斑的吧，都种种种的小。哎呦，这个地方好。你大哥，我也想撒一网。哎，小强教我们也撒一网嘛。我们也撒一网嘛。想学不？想学啊，帮你做师傅嘛。这个我跟你说，师傅这个老师傅叫这个师傅。 我想办你做鱼师傅。从小我们就给他在学的。我们这个鱼要从网上面弄下来。你别说我秀强这一网是撒到鱼了，昨天是白来一趟。
啊，现在第一网就有四条了啊，大家都看到了，我们继续看啊，就靠它了。今晚上有没有河边鱼吃，就靠我们的这个秀霞渔夫啊。来，我们继续来看看啊。啊，现在啊，秀霞准备有啊，又拉第二网了，又撒第二网啊。你看，秀霞的动作非常的娴熟啊，啊，一看都是从小打鱼到大的。我觉得为什么不带那个设备的？秀霞，采访下你。啊，你抓鱼有多少年的经历呢？采访下你。从几岁跟着爷爷他们出来了。哦，那么厉害！我看你动作，一看就像渔民。你看他要出发啦，我们要继续把镜头放大。啊，我把镜头放大，然后我就看他。你看，哎呦！你好，啥的？他都看了。那个上上不看。我想打赤脚过去一起看一下。好，大脚啊！哎呦！赶过去，有个背我过去，是不是好大条？哎呦，土雕！哎呦，大七个！你看土雕，你看土雕，来过去看。你看去抓鱼。哎呀！没了。大条了，发现大条了是吧？妈妈，你在那边？我也要过去看一看，我要脱鞋子。我要脱鞋子过去。好了，我现在脱鞋子，我也过去。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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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滑了这里。啊！我来了，我来了。这里最少有一颗，刚好看到一颗了。看到鱼了。嗯，或者你们看不看到？那还不收网啊？是啊，要给它垫一下才收。啊。这里，哦，有了，有了，看到没有？看到吗？放大，看到吗？两条白的，白色的，看到没有？一条，两条，看到两条了，我看到两条了，白色的。这才怎么看到一条呢？反正。有一条，他激动了。等一下教我们撒一网嘛，好不好？可以。他按顺序收的。哎，不要给他跑了，那两哎跑，哎呀！不要给他跑了，有家长跑了，快点！没有，他跑了底下下面去了，快点下去抓嘛！跑了一条去了。跑了一条了。哪里会跑？跑没有？跑不了的。啊、哦，没跑。得两颗。两条。四条。啊！高兴太早了吧的、哎、啊才这一条了呢，没有，还有两条。好了，那网是等于啊，还有三条跑就几条了，大条了，还有款这里啊，看一下哦，还有三条。哎呀，跑了一条大条的。嗯，可以。好了，有点大的呀。现在差不多。刚刚不应该那么着急收网。对，没有要拿手去抓那时。要玩久一点再抓。你抓到老子的大饼。这条太小了。跟你不说种小吧，种河里面鱼好吃吗、哦？好吃啊！对啊。来，跟我撒一网吧。你要教我这个动作就得了。来，我准备我上场啊。